下午好，现在时间4:38，我来到了南投金龙山观景台，这里是摄影圣地啊，摄影名所，好像拍夜景跟拍日出都很有名。哦，金龙山，啊，刚刚拍照说什么跟北什么阁了，哦，南什么的齐名，反正北中南都有这样的景点。这就是埔里的盆地，不过这个地方应该算鱼池乡。这里有几个凉亭，金龙山一亭、森林步道还有三亭。不过这个森林算低海拔了吧？哇，好，看一下凉亭，景色宜人。我后面有一座山，好高。这边。这都3000多呢，西峦大山、阿伦山1000，鹿林山2800。曙光步道，不错，有绝景。这边规划的还不错。好，先录到这，以上。